一个靓女已经够晒抢镜，但系当几个靓女一齐，抢镜指数系加倍噶。睇下呢张合照就知啦。林心如约咗几位姊妹犯罪，除咗有性感女神林希蕾，仲有心如揽住嘅台湾女星 Melody， 同最旁边嘅台湾富商郭台铭太太曾馨莹。唔少网民都留言大赞四位美女，仲有人话呢张相价值破笑，指佢哋几位加埋身价不菲啊！